为了维护环境卫生，新增双孔里每礼拜四都有一个清洁日的活动。日内环保志工，大家唔惊辛苦，用心打扫。其中阁有80多岁阿公，嘛到店来为大家服务。虽然是寒湿湿的天气，不过一挂穿背心的志工依然活力十足，伫咧扫涂骹。不管是路面或者是花台，志工用心打扫，好环境阁较好。我们扫街最主要就是说，看有果果的便便啦、啊，还有烟蒂啦、树叶都要扫。哦，花台里面也会扫哦。花台里面有烟蒂，什么都要拿出来。好，我们一个礼拜就一天早上出来扫，很快乐。新增双孔里里长，那是真有爱心。每天为你来独孤中正加绿色学生提供送餐的服务，对你来环境卫生嘛真重视。每礼拜四上午，拢亲身带环保志工做你来的清洁打扫。我们志工成立到现在，自从我当选那一天就开始扫到现在。哦啊，我们是每个礼拜四固定的，每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开始扫，扫到完了为止。志工多年来用心服务，大家把扫涂骹当作运动，连80多岁阿公也来为大家服务。阿伯，你来扫涂骹会辛苦无？袂啦。哎，安怎讲？安尼身体较会用啊。阿妈足快乐，吓。来。啊，拿手刮吓。哎哎啊！虽然每一届打扫拢要3-4点钟，不过看到环境变甲真清气，大家拢感觉真满意。记者新庄李炳辉，新庄采访报道。